件事原来也怕太太，丁崇树危机解除，不避孕忙做人。我开心就不要，我不开心也不要。瞬间是在西门町签唱，老婆嘟嘟矮相随在场边盯场。他跟嘟嘟结婚一年半，日前上节目自曝曾闪过离婚念头。最近跟老婆还好吗？因为大家一样关心。很好，超级好。那个只是上节目的，就是只是一个不是，对，就是价值观的事情。就是他想买，对，名牌很贵，包包啊。难怪什么东西让你真的觉得最生气的、啊？没有啦，应该说，我觉得花钱的方式哦、喔，每两个人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他是花你的钱吗？还是他用他自己的赚来的钱啊？我因为我们钱是一起算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事情。算是你会给他零用钱的概念。我这他给我零用钱，你们完全误会了。我这样100块都不会带，对，因为我真的没钱，我就要跟老婆那可不可以去吃饭？不行哦，对不起。真的我没有骗你。平均一天平均当然是没有啊。现在提款卡跟那个存折都在老婆那里，全部都在。所以都忘记有多少钱，完全不知道。其实也不会到7块钱，因为我也是自愿的啊。我是蛮期待有小孩。那想生几个啊？没有什么设限，因为你的财力是应该是可以养10个以上的、啊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是我的财力的话，大概还是先不能生。但是他很会来，想跟周瞎聊瞎聊啦，还在努力中，就是一直都在。对，那你应该不够努力耶，都2年半还没下。刚中学的姐姐问说你有没有避孕啊？一直都在努力，那没有避孕，知道？就是一直都在努力。欸、不要想要我真的正在录，不要想要。没有啦，哎、啊，联合报想问说，次数会很频繁吗？他的新闻影片很多小朋友会看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啦。你的那个，哦，没有，两个都正常，我们两个人都正常。后来有去给医生看过，就是吃中药去调理身体，就是蔡雅刚怀孕后，蔡雅刚有小孩后。我们就聊一下嘛，他就说哦，他去哪一间，然后还不错，或什么的，然后就生了。我说哦，好，然后过两天我们就直接冲过去。可能真的就是压力大，工作那么忙，然后又喜欢小孩，那你这样怎么兼顾那个房事的生活啊？就是家庭的那个，那时间是分开来的，好像应该还好吧？对啊，工作早上那个是晚上的。有种传统是那种3个月不能说，那目前是便秘而已。啊，你有好消息跟我分享吗？我看今天的稿会发怎么样？我看一下风向。不是啊，就是要我们大家好来好去，不是吗？对啊，那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稿啊。喂，干嘛啦？还是广播？